94岁的虫奶奶忙着织毛衣、背心，笑容不曾停过。开心，为什么？都对我很好。住进台中慈济护理之家，著名的心声几乎都是：奶奶住在这儿快不快乐？快乐。喜欢在这儿吗？喜欢。全方位关怀守护，从小地方看得见贴心，有些长辈的床号旁边加了小爱心。小爱心就是提示我们这床的住民，这床的奶奶可能因为跌倒需要我们多关心她。除了专业的医疗照顾，台中慈济护理之家借由复健训练，让长辈慢慢恢复身体机能，提高返家率。大家过去以为到护理之家就住了一辈子，就没有想到你们还是目标是让他回家，叫家家相连，所以你们的那个返家率也是国内最高的。用心照护，把长辈当亲人，照顾健康，守护心灵。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。